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尽享有声书的独家魅力。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声书、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属于会员的独家故事、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 Patreon 会员，或者去应用商店下载 Patreon， 然后进入 Patreon 搜索海量有声书。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期待在Patreon与你相遇。第26集，不符合常理。二十几人，我们还在不断通过无线电通知这所城市的其他幸存者。在这种灾难下，人类团结起来才有一线生机，不是吗？陈晶对林阳也是有些佩服，那天林阳开车引开狮群的那一幕，他自己也都看在眼里，只是当时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为何而来，并没有立刻露面。今后打算怎么办？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栋大楼？听了陈晶的这番话，林阳心里不禁有些感慨。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并不知道世界之后会变成什么样。陈晶所做的这一切虽然现在看起来很是完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不断进化侵蚀这个世界，人性也会被慢慢的磨灭。重生前，林阳曾在几个类似于这样的幸存者社区待过，同时也见证了那些社区的毁灭。对于他来说，独自一人在末世里求生虽然很艰难，但跟一群互相都不了解的人类待在一起，危险性会更大。现在表面上每个人看起来都还不错，但到了危急关头，往往身边这些朝夕相处的人才是最危险的。不知道啊，老张说你们在护送一批血液去苏氏机场，如果你们成功了的话，说不定这样的生活也持续不了多久。陈晶的眼神十分犀利，像是能把林阳给看穿了一般，不过他没有在社区的话题上多说什么，而是转头看向了张晓。末世之中，所有的幸存者最渴望的都是有朝一日这场灾难能够结束，陈晶自然也不例外。哼，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我也希望能够成功。林阳苦笑一声，来到了走廊尽头的床边，看着围墙外的狮群，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难受。你之前说的晶核是什么东西？突然，陈晶站到了林阳身旁，一脸严肃地看着林阳问道。在他所经历的认知里，所有活人一旦被变异者咬了，或者伤口沾染了变异者的血液，就会感染上病毒，根本没有人能扛得住病毒的侵蚀，最多挣扎一天就会彻底变异。但林阳的出现却是打破了他对变异者的认知。最开始冯笑笑将林阳送回警局的时候，自己已经明显感觉到林阳身上散发出了死气。当时看到如此伤势的林阳，他本想给林阳一个痛快，但被张晓几人给拦了下来，最终也是无奈之下才尽力给林阳止住了血，包扎了伤口。可即使这样的伤势，林阳依然还是挺了过来，而且看他现在的样子，似乎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这让陈晶不得不重视起了林阳刚醒来时说的那句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们运气好，也可以在某些变异者的心脏里挖出来几颗。可能是感觉陈晶这个人值得信赖，也有可能是因为对方救了自己的命，林阳并没有隐瞒晶核的事儿，把自己对晶核所了解的全都告诉了陈晶。而听完林阳的讲解，陈晶看向林阳的眼神是又惊讶又疑惑。惊讶的是自己没想到变异者竟然还会随着时间而不断进化，以及晶核竟然能作为能量源来强化人体。疑惑的是林阳到底从什么途径得来的消息。且不说晶核的事儿，这变异者会进化这种事都还没发生，林阳就已经给自己大体描述出了今后会出现的特殊变异者，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跟你的反应一样。看到陈晶惊讶的样子，张晓无奈地笑了笑。别说陈晶了，
就连自己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林阳到底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消息。总之，你如果想要守住这个社区，一定要主动出去猎杀变异者。有了晶核，起码不用担心被病毒感染。林阳拍了拍陈晶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嘱咐完之后，自己则是拖着沉重的身体往楼下走去。杨哥，你去哪儿？见林阳要下楼，曹正刚几人立马跟了上去。对于他们几人来说，林阳才是真正核心。杨帆呢？第27集，八颗晶核。回头看了眼追上来的几人，林阳突然发现一直不怎么说话的杨帆竟然没在，眼神有些凝重地问道：他之前不是学建筑工程的吗？你昏迷的这两天一直在帮这里的人加固围墙和大门，现在指不定在哪个位置指导别人呢。提到杨帆，大饼耸了耸肩回答道：那家伙现在是自己这几个人里战斗力最弱的一个，但一旦到了他了解的领域，一个人就能顶别人三四个。原本摇摇欲坠的大门在经过他这几天不断的加固后明显牢固了许多。哼，这家伙果然还是适合做一些文职。听到大饼的话，知道杨帆没有出事，林阳心中也就放心了许多，笑着说道：哎，对了，这几天我们出去给你搜刮药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跑得特别快的变异者，老张从他们心脏里挖出了几颗类似于晶核的东西，放在了我这里，想让你醒了之后看看。几人一路来到了警局大院，曹正刚看了眼四周，确定没人后，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暗绿色的球状物，塞到了林阳手中。这是你们这两天搞到的？当林阳看到手中足足八枚晶核的时候，脸上顿时露出了震惊之色，险些没忍住惊呼了出来。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昏迷的这三天里，张晓这家伙竟然能带队做到这种程度，心里不禁暗自感叹起了特战队的能力。是啊，我们看这东西跟你吃的晶核颜色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一直没敢吃。见林阳一脸的惊喜，曹正刚心里也大概知道了这东西就是晶核，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去把张晓和杨帆叫来。林阳拍了拍曹正刚的肩膀，随即转身快步向房车走去。林阳都不敢想象他们这几天到底杀了多少特殊变异者，足足八枚敏捷晶核，虽然都没有达到一阶晶核的程度，但即使这样，对于目前小队的情况来说，也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加强。十分钟后，小队六人全部到齐，几人坐在房车里，一人手里捏着一颗敏捷晶核。作为小队战斗核心的林阳和张晓还一人分得了两颗。谁先来？看着手中粘稠的暗绿色晶核，曹正刚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下口。在亲眼看到了林阳吞下晶核后的惨状，几人都有些犹豫了。见几人迟迟没有吞下，林阳不禁苦笑一声，想也知道是为什么，开口安慰道：放心吧，第一次吞噬晶核是有些痛苦，但绝对不会有事，扛过去就好了。你们几个大男人真是磨叽，我先来。冯笑笑在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后，最终一拍桌子，说完直接将晶核塞进了嘴里，强忍着剧烈的呕吐感硬生生咬碎吞了下去。没多一会儿，冯笑笑的血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紧接着表情瞬间扭曲了起来，身体开始不断的抽搐。敏捷晶核没有力量晶核那么高的强度，撑住。见冯笑笑痛苦的样子，林阳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脸色凝重的冲其吼道。每个人第一次的反应程度都不一样，像冯笑笑这样的反应虽然比较正常，但不知为何林阳心里就是特别担心。抽搐的状态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冯笑笑的表情逐渐缓和了下来，苍白的脸上挂满了汗珠，浑身无力地靠在了林阳的肩膀上。好点了吗？林阳温柔地看着冯笑笑问道。还好。冯笑笑轻笑一声，
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眼自己胳膊上逐渐褪去的黑色血管。不用担心，你不会变成那些怪物的。林阳也注意到了冯笑笑的眼神，开口安慰道。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吞食晶核的时候，面对自己身体的异变，当时的林阳心里也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晶核到底是什么？变成这样之后，自己严格意义上还算不算是个人类？诸如此类的问题当时困扰了林阳很久。但后面林阳慢慢地发现，病毒在不断进化，变异者也在进一步变异，或许这就是这场灾难给人类的一个选择，要么进化，要么死。第28集，小男孩。随后几人在纠结了片刻后，也是相继吞下了晶核。张晓则是选择一次性吞了两颗晶核，强大的身体素质硬是让他扛了下来。而林阳由于之前已经吞食过力量晶核的原因，即使以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是毫不犹豫地直接将两枚敏捷晶核吞下。还没有达到一阶的敏捷晶核并没有对林阳的身体造成多大的负担，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林阳完全吸收。感受着体内充裕的力量，几人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脸上皆是露出了一丝激动之色。显然晶核对自身的强化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只是没成型的敏捷晶核，不过对我们现在的身体来说用处也非常大了。你们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啊。说话间，林阳笑着拍了拍张晓的肩膀。没想到自己在末世里收到的第一份大礼竟然是一个破坏了自己原本计划的人。这样都只是没有成型的？听到林阳的话，几人脸上的震惊之色更浓了。这也是他们在病毒爆发后第一次感觉未来真的是有希望的。世界末日现在才只是刚刚开始。看到几人脸上充满了希望，林阳微微叹了口气，也不想打击他们的信心，低声说道。没关系，我们有这个东西，让它刚开始就结束。说话间，张晓拍了拍自己的背包，笑着说道。他对自己的任务非常有信心。好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跟眼前的这几个人在一起，林阳也是第一次在末世里感受到了一丝温暖。这种感觉让林阳心里很是踏实。你就拖着这个伤势的身体走？而几人在听到林阳的话后，表情瞬间严肃了起来。在他们看来，林阳的选择实在太勉强，这不仅会影响几人的行动，他自己本身也有可能会因此丧命。但林阳对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十分清楚，大难不死的他如今又有了两枚初级敏捷晶核的加持，恢复速度早就远超常人。几人说话的时候，自己就清楚地感觉到身上的血口不断地传来瘙痒。林阳知道那是伤口正在愈合。放心吧，我没事。说着，林阳冲几人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同时自己推门走出了房车，独自一人向被尸群围住的大门走去。黑夜中不断地回荡着变异者的嘶吼，这些怪物在黑夜下像获得了新生一般，比白天更加残暴和亢奋，仿佛黑暗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属。林阳自己站在尸群面前，无数双猩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林阳，像是饿狼群看到小羊羔一般。但此时的林阳心中却是毫无波澜，甚至内心里还对这些变异者有了一丝同情，毕竟他们也都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一个人在这里想死吗？突然，就在林阳陷入沉思的时候，一个稚嫩且坚韧的声音从背后响起。一个一身工装服打扮的小男孩端着把枪从警局里跑了出来，看上去大概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喂，大晚上不睡觉端把枪出来干什么？看到小男孩，林阳顿时挑了挑眉，饶有兴趣地打量起了这个孩子。不到一米七的个子，瘦弱的胳膊端着那把沉重的步枪，
看上去甚至还有些滑稽，可他的眼神中却是散发着有些成年人都不具备的坚韧和血性。林阳很难想象这孩子在过去的几天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你就是那天被变异者差点咬死的疯子，没想到你还能活过来啊。没有理会林阳的话，小男孩反而是围着林阳仔细观察了一番，注意到林阳浑身上下缠满的绷带，不禁打趣道，丝毫没有受门口狮群的影响。真是个不怕死的小子啊，你叫什么？听到小男孩的话，林阳忍不住轻笑一声，问道。第二十九集，把我带上。长姑，呢？小男孩耸了耸肩，一屁股盘坐在了地上，从兜里掏出了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随手丢给了林阳一根，说道：长姑，好名字。听到小男孩的名字，林阳不禁撇了撇嘴。眼前这个孩子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一股老社会人的气息，这倒也让林阳不禁对长姑产生了一丝兴趣。叼着烟，两人坐到了一起，很快就聊了起来。林阳从长姑的口中得知，他从小就被父母抛弃，六岁前都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但长姑不同于普通的小孩，他不像其他小伙伴一样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被好心人收养。心里异常早熟的他，早早的就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所以他不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年仅六岁的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逃离福利院，他想依靠自己在外面的世界生存下来。经过不断的逃跑后，终于有一次让他彻底逃离了福利院。一个六岁多的孩子孤身一人在城市里生存，饿了就翻翻垃圾桶，冷了就抢个狗窝躲进去避寒。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长姑并没有气馁。看着高档餐厅里那些享受美食的人们，他心里暗暗地跟自己较劲儿，自己有朝一日必定能成为那样的人。随后的几年里，他凭借自己坚韧的心理和敏捷的身手，成功得到了当时一个黑道大佬的青睐，并收了他当义子，大有培养长姑的意思。而也正是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也成为了这个警局的常客，跟陈晶更是老相识了。可就在他再次离开看守所，准备回去接着一展宏图的时候，病毒爆发了，待他如亲生儿子的黑道大佬成为了变异者，而长姑也是亲手杀了这个自己看作父亲的人。这一系列经历听着就像是小说电视剧里所描述的一样，但林阳从小男孩的语气和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添油加醋，仿佛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般，十分平静。别说我了，说说你们这些家伙吧。听老陈说，你们是在护送什么东西去苏市？说完了自己的故事，长姑已经抽完了三根烟，熟练地将烟头弹飞了出去，转头对林阳问道：没错，那东西很可能就是结束这场灾难的关键。可能是听了长姑的遭遇，林阳仿佛从长姑身上看到了自己重生前的影子，跟长姑也是一见如故，就像是跟一个同龄人聊天一样，回答道：结束这场灾难，那你们岂不是会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当长姑听到林阳的话后，眼前顿时闪过了一抹金光，有些兴奋地说道：或许吧。看到长姑兴奋的样子，林阳不禁苦笑一声，不管表面上再怎么成熟，长姑的内心深处终究还只是个孩子。哎，我能跟你们一起吗？长姑并没有想那么多，说话间直接起身向林阳秀起了他那聊胜于无的肱二头肌，一脸自信地问道：跟我们一起？为什么？长姑的一句话顿时让林阳一惊，他显然没想到长姑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如今变异者横行的世界上，每个幸存者现在所想的都只是怎么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度过余生。
有的甚至会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选择自尽。但自己眼前的这个孩子竟是打算加入自己这趟充满死亡的路途。我想当英雄，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长姑挺了挺胸膛说道，小子，你知道在这种末世里什么样的人死得最快吗？看到长姑的样子，林阳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摇头道，什么样的人？长姑有些没明白林阳的意思，问道，你口中所谓的英雄？说完，林阳直接起身向警局大楼走去。临近大厅之前，不禁回头又向愣住了的长姑说了一句，小子，在这末世里不要想着成英雄，好好活下去吧。切，不带我就不带我，净放这些没用的屁。第30集，再次出发。听到林阳的话，长姑顿时没好气地撇了撇嘴。他显然是不会听林阳所说的这些话，他只想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而已。次日清晨，林阳跟社区里的每个幸存者一一道谢后，便召集了小队众人来到了大院，打算离开这里。林阳，你确定你现在的身体能行？虽然林阳此时的脸色已经没有之前那么苍白了，但毕竟受了那么重的伤，冯笑笑多少还是有些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放心，我心里有数。说话间，林阳一头钻进了吉普车里，再次发动了引擎。见林阳坚持，几人也都不再多说什么，带着陈晶给的一些枪支弹药上了车，准备跟林阳离开这里。林大哥，等等我呀。而就在几人打算离开的时候，人群中刘海明抱着他那黑色大皮箱挤了出来，紧赶慢赶地跑了过来。你在这里比跟着我们走更安全。对于这个富二代，林阳是真的没有什么好感，没有任何战斗力不说，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还总是独自躲起来。虽然这对于末世的人类来说并不算什么，但绝不符合林阳心中队友的标准，所以这次上路并不打算再带上他。林大哥，我不想在这里待着，我也想为这个世界做贡献，我也想帮你们拯救世界。见林阳不同意，刘海明的脸色顿时难看了下来，苦苦哀求着林阳，说什么也要跟着一起走。杨哥，要不还是带上他吧。一向心软的杨帆在听到刘海明的一番话后，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在这种时候，谁能拒绝一个一心想要为世界做贡献的人呢？你们的意思呢？听到杨帆的话，林阳不禁叹了口气，下车看向了其他几人。我无所谓。张晓对这个毫无存在感的富二代压根不在乎，耸了耸肩说道，林大哥，我发誓，只要您带我走，我绝对能发挥作用。刘海明一脸殷勤地对林阳说道，那嘴脸像极了为了利益抛弃一切尊严的小人，让林阳十分不爽。上车吧。林阳也是不想再在这个话题上纠结下去了，既然刘海明如此坚持，自己也不再多说什么。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听到林阳的话后，刘海明喜出望外，抱着箱子连连向林阳鞠躬，随即快步钻进了房车里。而就在几人准备好引开狮群出发的时候，人群中再次传来了一个声音，喂，这种废物都带上了，也把我带上。稚嫩的声音穿透了变异者的嘶吼，传进了林阳的耳朵里。紧接着抱着把步枪的长姑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一脸不屑地冲林阳说道，长姑，你以为这是闹着玩的吗？陈晶在听到长姑的声音后，脸色顿时严肃了起来，犀利的眼神怒瞪了长姑一眼，像是一个操碎了心的老父亲一般冲其吼道，老陈，我可不是那种享受安逸的小孩。听到陈晶的话，
长谷冷冷地扫了陈晶一眼，那眼神充满了坚定，语气也十分低沉，像是个混迹了江湖多年的老油子。你心里不管多成熟，你身体始终都是一个小孩，跟着林阳他们只会成为一个负担。陈晶也是个经验老道的刑警，年过35的他面对过形形色色的罪犯，但唯独拿着个小大人长姑没办法。长姑就像是一个饱受社会摧残的玉石，虽然价值连城，但表面已经腐坏。陈晶尽力想要将它重新雕刻成完美的玉器，可长姑却是处处与他作对，根本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哎，你叫林阳是吧？以后我就跟你混了，我枪法可准了。长姑没再搭理陈晶，不等林阳开口，一把拉开车门坐到了后座，冲林阳咧嘴笑了笑。你以为我们去干什么？小学生春游吗？林阳对长姑也是一阵无语。刘海明虽然胆小怕死，但好歹也是个成年人，就算只能搬东西也算是有点用处了。可长姑在林阳眼里只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外界末世的小孩，带上他无疑是给自己添堵。